用心传递好音乐，用音乐传递好心情。You are the music in me。汽车 CD 用音乐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好的，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今天汽车资讯带给大家的精彩，走进我们周四时间的我是歌手，一起分享属于李玉刚的优美时间。那可以说呢，李玉刚的演出风格呢是个性鲜明，唯美时尚，也会将民歌、舞蹈、京剧有机的融为一体，唱腔呢也是高亢嘹亮、甜美悠扬，给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呢都有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首先特别推荐的是李玉刚呢在近期刚刚所录制的一个新版的《新贵妃醉酒》，也是一首 DJ 版的感觉，分享一下动感与柔美的结合。那一年呢，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呢，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不用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你与你一起再次一回。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到了来自于李刚这首全新演绎的 DJ 版的《新贵妃醉酒》。其实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早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也是以京剧的《贵妃醉酒》为蓝本，赋予时尚的编曲配器，由李刚的反串演唱，带有着戏曲风格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呢，朗朗上口，颇具流传度。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为李刚的一个代表的作品，而且呢，也会跟随着他呢一起来比如说翻唱呀，或者演绎。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新贵妃醉酒》的专辑呢，也是在2010年的12月31号，由这个玉泽东方的文化公司所推出。这其中呢，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水墨丹青》，以及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镜花水月》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水墨丹青》呢，也是李刚的一次全新的尝试了。歌曲当中呢，也是尝试了这个 R&B 的形式，让大家看到了李刚对于不同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李刚在音乐上的灵性。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汽车 CD 在周四时间带给大家的《我是歌手》，来自于李刚的柔美旋律《水墨丹青》。手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安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安家的时候爷爷教我点点点心中的话，若真在外风云就着情那山边的红花，那些声剑和刀光每次不同色调，不同的用法，还有白衣上的丹青和油画。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人人生，青丝转马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只怕想也没有用，青丝白色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安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安家的时候爷爷教我提笔练习中国话，若真在观风平处之前那水面的红花，那些声剑和刀光每次不同色调，不同的用法，还有配上丹青和油画。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人有声，青丝转马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只怕想也没有用，青丝白色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一汽奥迪日照送奖领先一分为您报时，一汽奥迪25周年亿万豪礼巅峰聚会，值此一汽与奥迪携手25周年之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感恩让利，亿万豪礼与您共襄盛举。更多车型优惠，详情垂询一汽奥迪日照送奖86100000。插上音乐的翅膀，有它的陪伴，就让音乐叫响你的耳朵吧。聆听动听的音乐，分享你我的心情。日照广播新闻综合频道，
用音乐向您问候。花头窗棂，爱灭林间只一剪影，我残头翻白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0:32，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收听日照广播新闻综合频道，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 CD。 我们周四的时间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我是歌手的专场，一起来了解一下呢这个歌手的魅力，同样的也是分享一下我们心目当中偶像的更多的精彩旋律。那么今天特别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这个李玉刚的经典的歌曲，而且今天还特别推荐了这个 DJ 版的新贵妃醉酒。那刚刚播放完了之后呢，不管是在微博上还是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啊，大家这个反响还是挺高的啊，都觉得这首新版的歌曲呢还是比较好听。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逐梦令》，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这个李玉刚啊，从2011年就开始的这个扛鼎之作《四美图》的这个演出当中的一首主打的旋律。那这样的一首《逐梦令》呢，是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这一对华语乐坛久负盛名的中国风最佳拍档的所联合打造的。那再加上这个李玉刚的经验双声呢，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首《逐梦令》呢，集了中国风流行乐之大成，堪称是一首经典的歌曲。让我们再次的分享《逐梦令》，来自李玉刚。不是林夕，心不平，月影，峨眉轻愁为林远近，我自眼泪满襟不行。一人初听秋色如林，奈何因为落叶凋零，而我仓皇间失去你。刚刚呢也是分享到了来自于李刚这首非常经典的《逐梦令》。那看到这个微博上呢，有朋友在互动中呢也是说到呢，刚刚因为是来晚了，没有听到那首动感的这个 DJ 版的《新贵妃醉酒》，不过也没关系了，在这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也会剪辑成为一个这个成品节目呢，上传到天天动听。如果大家还想再分享来自于李刚的经典旋律呢，不妨也可以到这个天天动听上搜索“日照”两个字啊，就可以呢搜索到我们这个汽车 CD 的一系列的经典节目。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分享这首非常登登的旋律，叫做《镜花水月》。那其实呢，这个版本呢也是全新的一个版本，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初的时候呢，这个李玉刚呢全新所演绎的这个《镜花水月》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新贵妃醉酒》当中的一个旋律吧。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全球的演歌会也是同名的，也叫做《镜花水月》。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比较动听的，也是全部用女声版。
来演绎的歌曲，应该还是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动听的一段感觉。镜照佳人花无眠，水映残月月无言。分享到了这样的一首《镜花水月》之后呢，我们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刚和石头共同演绎的《以花石》，也是我们这个汽车 CD 群当中的朋友呢特别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呢，要结束我们这期的节目的时候呢，特别还是要感动的就是这个李刚的粉丝团，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已经这个发出之后呢，转发呢已经是很多，而且呢大家都在这个争相的来评论着、聆听着李刚的歌声。同时呢，还有就是感受到的就是记得在去年把呢李刚的携着大型的这个歌舞诗剧《四美图》助阵这个海口之春的旅游艺术节的时候，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也是震惊了整个的这个城市，强大的粉丝团呢是不远万里追随，办成了这个陪伴他的全程，一波又一波的温暖和感动，连李刚自己呢也是感动至极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感受到呢，这也许就是偶像的魅力，那也是正切合了我们今天这个我是歌手的这个专题的感受偶像魅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汽车 CD， 那也是用这样的一首《以花石》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赵广播新闻综合频道继续为您服务的服务到家，明天周五的时间，我们的音乐广播剧和大家不听不散。
座城市。